楚门家今晚设宴，邀我与你过府一叙。这么客气，指名道姓要请我？会吧。这正吃着饭呢，早怎么不来请？你去啊。真想给谢老板啊。 引荐两位朋友，坐坐就回。哎，你真的要去啊？人家这么盛情，没有理由拒绝。这把刀你带着，自己防身。这次赴约。 恐怕没有那么简单。听上去你更危险，你留着吧，我能保护好自己。哎，就你那些小打小闹的伎俩，危险时候恐怕未必护得住。你拿着它，我才更安心。大人，我思来想去，觉得还是应该多一重保险。 我家老爷已经恭候多时。其实，宫野大人、图门大人，不过也是听人差遣，很多事情自己做不了主。我们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，不如问问真正的主人，对吧，莫奇老板？ 莫奇老板百密一疏，却忘了给手化妆。这么重要的场合，一名女子装扮成男越人混入，除了莫奇老板，我想不到还有别人。加之表哥曾经说过，从未见过莫奇家主本人，我便猜想，莫非莫奇家主真身是女子？ 西老板，好眼力！几日不见，越发精神了啊！他是谁？他几时见过我？你们认识？西老板不但跟莫奇老板认识，还渊源颇深呐。 怎么了，席老板？不认得奴家了吗？他到底是？哎呦喂！哦，你就是那个义诊的女大夫。是他。老板，查过了，外面没有人。
小明也还在。对了，这款，哎，你可是答应过我，离开河门之前要把你的真实身份告诉我。等我能确定可以安然离开河门吧。借口，拿着吧。你可别不辞而别，赖了这笔账。如果我真的赖了，你可以来京城找我。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以后你遇到什么困难，或者需要帮忙的话，别轻易许诺啊，小心我真到京城找你去。这是地址，怎么只有坊巷号，没写什么地方啊？你到了不就知道了。下一站你准备去哪儿啊？我也许去找我娘，也许去一个没去过的地方，也许真遇到什么麻烦就到京城找你去。过我心间路沿暖霜天，春来迟也不远，今已你时间。袁大夫，席老板，你们二位对我们夫妻的大恩大德，家也无以为报。我看这段时日你们二位情投意合，所以我特地向上苍祈祷，为你二位求得姻缘。啊，不必啊，不必不必啊。那个，我们俩上次不跟你说了吗？没戏。卦象显示你们今生确实有姻缘，而且是三次姻缘。啊？何谓三次姻缘？这倒没有明示，不过你们的第一次姻缘就是在水位。那不就是在我们河南吗？郎君，既是上天的旨意，那咱们就顺应天意，替他们举办第一次婚礼吧。不行。我的意思是，婚姻大事不能这么草率，是吧？也是啊，他们还要出发去京城，来得及吗？来不及。来得及，我们就举办河蛮特色的水上婚礼。婚礼的最后一步是新人乘船出城绕河湾一圈，第二日洞房花烛夜之后再回城。不过我们可以改一改，等婚礼之后婚船直接出城就不回来了。也对啊，他们正好出城换马车走陆路去京城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我们真的没到那一步。郎君，我们和妈好久没有办过喜事了。你说话呀。好，那我这就命人昭告全城，大办喜宴。先说话呀。正好，其实我对你也早有这番心意了，既是天意，不如我们就顺应天意。
后悔了？来得及吗？这喜服都穿上了，怕是来不及了。真般配啊！般配啊！大玉，咱俩真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啊！雍齿。怎么还有这个？这是婚姻。嗯。哎呦！啊！不用这么严格吧？家里开始，跨马鞍，平平安安，起。撒五谷，一撒红豆，相思不待。二撒莲子，莲生贵子。三撒栗子，栗子栗家。四撒桂圆，富贵团圆。敬爱兼之，长遗子孙，过百子徒。你真的后悔了？我就是觉得，这么多人祝福我们，我们还欺骗他们，我心里不太好受。不过就是一场戏吧。不用这么较真。过百子图，说，是谁派你来的？说，齐老板。快放那个人和那艘船走，不然我就杀了严南星。这事和严南星没有关系，你放他走。原来你早就知道是我设的局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原来你骗我。不然我就割破他的喉咙。